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9月18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习近平开始收拾香港大地产商中国雷曼、恒大的三种死法，中国版次贷危机已经到来。路透社9月17日的报道，指北京已在闭门会议上下旨，香港地产商需投入资源与影响力支持北京的利益，以及解决房屋问题。消息人士形容，游戏规则已改变，北京不再容许垄断。据报道描述，中国政府要求香港地产大亨守规矩，更要回馈社会。报道内提及，随着北京寻求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已要求大地产商投入资源和影响力，支持北京利益，以及协助解决破坏稳定的住房短缺问题。报道引述三名主要发展商及一名香港政府顾问表示，中国官员正努力令香港更爱国，并在今年的闭门会议中向地产商传达要求，地产商或告知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另有消息人士称，港澳办和中联办部分职员曾试图削弱被认为对北京利益贡献不足的原有界别影响力。过去地产商一直是香港政商界的重要势力，被视为有力影响特首选举结果的势力。不过在2019年反条例运动期间，新华社及中央政法委网络媒体长安健分别发文，指运动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楼价问题。同年11月，惠德丰、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地产及新鸿基地产均先后捐出或借出地皮建屋，南丰发展、新地、恒基及惠德丰亦分别申请土地共享先导计划，以公私合营方式建屋。香港社会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住房问题。香港经济结构单一，空心化日趋严重，地产经济独大，中小企业失去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社会见识活力、中产向下沦陷，青年难觅上升通道，贫富差距非常大，阶层固化，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其实解决香港住房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加大土地供应，多建公租房，但地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各种办法阻挠。每当香港政府出台动迁计划，增加土地供应的时候，后面就会有地产商鼓动什么环保团体、古迹保护团体来抗议，实质是为了阻碍政府扩大土地供应，抬高自己土地囤积的价格，来为他们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香港这些地产商一直与中共勾结，出卖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他们不出来保护年轻人，这下好了，习近平完全控制香港之后，首先开刀的就是香港地产商，这些人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还认为习近平像江湖时代一样，只要他们一切听党的，中共就会一直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次他们打错了算盘，习近平就是要收拾他们，把他们手里的钱收归党有。我一直追了七八年的数据大咖老蛮说，现在全国资本圈都在观望恒大的死法到底是哪一种。总之恒大死肯定是死定了，完全救活他需要支援他至少6000多亿，没人愿意做善事捐给恒大这么多钱。现在的问题是他是什么样的死法。第一，最平淡的死去，恒大这个企业还能保持主要股东全部换人，大股东许家印出局，手上的股份全部零对价转让，新股东接手公司，提供资金，承担债务。第二，再惨一点的死法，没有股东愿意接手，恒大挨个把手里的优质资产全部卖掉，拿着钱尝试把修了一半的期房拼命竣工，但是优质资产始终有限，最后一定还是欠一屁股债还不上，大部分期房最终也都竣工不了，最终企业破产，进入漫长的清算流程，恒大消失，许家印变成老赖。最惨的死法，连卖资产都没人接手，现金流完全断裂，连破产都来不及，从债权人到购房人全部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地产债务风暴由此形成，所有人都无从躲避。我认为应该是第三种，现在没有哪家公司有实力来接这个盘，而且恒大的优质地产主要是旧城项目、旧城改造项目，旧城改造麻烦事非常多，没有人愿意接手。再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现在房子过剩，再建房也很难卖出去了，所以不会有人接盘。
最后肯定是中国的这个雷曼倒闭，引爆中国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说中国首付比例高，那是你没有看到首付里有多少是借的亲朋好友的钱，有多少是信用卡套现的钱。若都算上，首付的钱已经相当于美国次贷危机时那些穷人买房时的水平了。接下来看一下全国数得着的头部地产商负债情况。有个叫草木人飞的网友总结了个地产公司的暴雷程度指数，现在我把他的数据说一下，在此对草木人飞网友表示感谢。暴雷程度 No.1 上榜理由：全国房地产龙头岌岌可危，每天都有商票逾期，债券已被停止融资，裁员 60%， 因不惜一切代价保交房导致金融机构恐慌，两家信托要求提前偿还贷款，负债2万亿级别。暴雷指数 No.2 华夏幸福上榜理由：2020年房地产十强，河北龙头房企负债总额4000亿，三月宣布资金链断裂，上半年亏损近100亿，截至9月4日，违约债务本息合计878.99亿元，账上几无可动用资金。暴雷程度 No.3 新华联上榜理由：债务违约、抵押、质押、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资产账面价值总额454.58亿元。暴雷指数 No.4 红杉地产，红杉地产业绩大幅下滑，经营性现金流腰斩，融资成本高，且融资环境持续恶化，债务压力和流动性问题开始显现。暴雷程度 No.5 恒泰地产频繁纳入被执行人。暴雷程度 No.6 实地地产，大规模商票逾期未兑付，供应商持票人负实地总部维权。暴雷指数 No.7 蓝光发展，号称西南王者，负债2000亿，曾一脚踏入千亿房企，多地项目停工。据蓝光2021年半年报，其账面可自由动用资金仅为3亿元。9月3日，蓝光控股股东蓝光集团所持股份全数被自然人顾斌净得。暴雷指数 No.8 宝能集团金交所理财产品逾期，员工讨薪。暴雷指数 No.9 荣盛发展，房地产十六强，负债2500亿，近一年内股价腰斩，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走到尽头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拜拜。